我叫苏林，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大学生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这个叫孙志阳的人。然后妈妈之后再见，这样子会不会有压力？显老吗？最重要。观众说你般嫩。其实也不担心，嫩就是嫩嘛。因为现在里边老问他，我说小鹿啊，十几了，真的。今年三十有二，又跻身时尚辣妈，但在电影《时光恋人》中，李小璐的学生妹造型也毫不突兀。在看出席发布会时，李小璐的状态也很能经得起我们高清镜头的考验。然而除了出众的皮肤和身材，对李小璐外表上某些变化的种种质疑却似乎从没有断过。跟与天有关的问题，请问。永远的话题。只是对于这个所谓的永恒话题，李小璐几乎从未正面回应过。倒是她本人表示很愿意晒出童年照来加以对比，也许这也能从某个侧面回击整容风波。那我小时候照片倒是有，刚出生几天，我还是挺愿意把我小时候照片拿出来的，一拿出来就一目了然了，你们的问题就不会问我了。我小时候有点傻，就是那种傻的可爱，然后我女儿是那种特别灵，然后特别调皮，有点像爸爸。